一个超级燃炸的舞台，你们都准备好了没有？你们呢？请看我的牌子在哪里。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他们，他们是唱跳俱佳，我们一起来喊出他们的名字好不好？三二一，我们有请雪碧可释放校园大使，有请男子演唱组合 Rice 成员 Rice 何若若和 Rice 夏之光带来舞蹈可不停。Let's go, come on. 从空分出一路火，多烟回流绕着热血沸腾，一道飘逼战层，失速一秒几层中，梦想早已就绪，出现目标就 bang bang bang， 这个我。We don't stop 热爱的冲动 ，We don't stop 暗涌的情绪 ，We don't stop 内心的勇气 ，We don't stop 我们在一起 ，We don't stop 相信你可以 ，We don't stop 自由的呼吸。我要来继续的尖叫好吗？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来，我们在舞台的中央，来来来，二位来跟我们现场的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1SE Rise。 虽然我觉得他们都认识你，还是来自我介绍一下吧。好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se 何洛洛。Hello， 大家好，我是 Rise 夏之光。Hello， 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来感受一下现场这个歌迷粉丝的这个魅力。你看他们的都够清凉透心凉了，对吧？对。OK， 好，那难得在现场了，我是抓紧机会来问你们一些的问题，好吧？首先来问一下这个洛洛哈，听说在前天的演唱会，洛洛体验了这个女装的 cosplay。你们觉得漂亮吗？漂亮。惊艳吗？惊艳。来来，感受怎样？分享一下。我分享我的感受。分享你的感受，女装感受。就是从今天开始，就这个事就别提了，就是太羞耻。我看你很享受啊。没有，我可能你不还录了一些小花絮吗？那是我享受舞台啊，对不对？OK。对。所以还会有第二次吗？不可能有第二次啊，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所以要一定好好的来珍藏了哈，那个绝密的画面了以后啊。Okay。 好，问一下光光哈，那听说呢最近结束的演唱会看到你的这个变装的练习室的版本，看到你的 cos 的 Joker， 那好像这个 Joker 也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其实一开始给了很多方案啊，有奥特曼 ，OK， 有那个铠甲勇士啊，其实都有，但后来因为版权问题，然后最后发现了，然后最后就是我一直很喜欢 Joker 嘛，然后都有想着说那就在这次变装的时候，这个cos 一下 Joker 这个角色，对 ，OK， 然后那还满意吗？我还想有更多的这个 cos 的这个舞台啊之类的，对。然后呢，就是一直喜欢这个希斯莱杰老师跟杰昆老师饰演的这两个版本的 Joker， 然后这次 cos 呢是希斯莱杰老师的，之后呢有机会想 cos 一下杰昆的，对。OK， 那下次 cos 一下他的女装。比不了，女装可以，女装可以了解一下。不，你比不了。OK， 再问一下哈，问一下二位哈，今天的夏天呢，雪碧冠名的这个音乐团体竞演节目《炙热的我们》也有二位的身影。那今天作为雪碧可释放校园大使，再次来到雪碧的舞台，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就是这一次因为是在室外。然后就更感觉到了可乐的哦，不对，雪碧特别的可口，对，雪碧特别可口，使人快乐，对，使人快乐特别可口，可释放。OK， 那光光呢？
我也是啊，因为之前呢，其实，在那个舞台上面是自己在表演，然后这次呢、okay. 来这是看他们表演、啊，所以这感觉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尤其是雪碧也陪了我们这个将近三个月的旅程，然后也见证了我们团体一步一步的突破。然后这一次呢，换到我们来见到别人突破，所以不管怎么样，只要有雪碧，幸运就会来。OK， 好，谢谢。那稍后呢，请二位来共同见证，好不好？看看他们的突破。好，有请洛洛和关关，我们请到嘉宾席就坐，好吗？好的。谢谢二位，谢谢。好，是吗？来，我们现场的朋友，他们一直都在啊，你们可以来组成你们的能量，等一下再释放。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评委老师，好吗？好，听话哈，再不听话的话，我们就喷水啦。好，开玩笑，开玩笑哈。好，我们首先来介绍今天的评委老师，有请星海音乐学院青年教师、音乐教育博士、广州市音乐家协会会员吴蔚老师，欢迎。哇、wow, 欢迎，美美的，太棒了。Hello， 来，请就坐，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星海音乐学院流行演唱硕士研究生、国际声音训练 IVA 师资认证的导师郭潇宇老师，欢迎。欢迎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流行演唱硕士、广东省流行音乐家协会会员罗维老师，欢迎。哦，三位都是美女的我们的老师评委，欢迎你们的就坐，谢谢。好，那今天的比赛呢是高手云集，因为呢来自各个赛区的佼佼者们已经整装待发，我觉得现场呢已经是燃起了无形的战火。介绍一下今天的比赛，一共有九组的选手轮流上台演唱，由现场的三位评委来根据他们的音色技巧、个人风格和舞台舞风现场打分，评分采用100分制，三位的评委导出分值的平均分就是这位选手的最终评委得分，而得分前三名的选手就是今天雪碧 QQ 音乐校园乐队大赛个人赛道太古赛区总决赛的冠亚季军，他们加分，掌声有请。有请赛区的曹金浩。正月十八，黄桃几日高粱菜。不错掩盖相伴红毯，我的情怀多是难猜，这梦是那三海记得且扶着爱，舒适非之外，这不下马放在那官人笑起来，就痛了，看这次可什么？谢谢，谢谢评委老师。好，谢谢选手的演唱，有请评委老师进行打分。下面有请第二组的选手，来自广东赛区的王浩宇，带来歌。